フロアスーパーファイヤー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玩的是 Famicom Fighters。那简单来讲，就是有名字可以知道是我们的红白机的一个格斗游戏啦。那这基本上是一个同人作品啦，基本上就是一些法米空红白机的角色去格斗。那是由 Mugen 所用 Mugen 引擎去制作的哈。那我们就简单的来玩玩看吧，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，叫 Go Go。还有很多角色啊，玛丽哦，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是谁的 ，Samus 也有 ，Starman 是谁 ？Mega Man，Simon 这个是那个恶魔城吧？银河恶魔城，银河战恶魔城，这个我不知道。炸弹超人，怎么有那么多问号啊？那感觉是有隐藏角色哦。Dig Dug， 龙剑传的龙，他是黑魔法师，就先用马老马吧。对，这游戏的基本上反正毕竟是 Mugen 嘛，反正就是靠招啊。但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靠招，对不对？还可以选支援角色。哎，等一下，普攻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玩。哎干！哦，火焰花掌，火焰花必杀。哎、欸，他升龙拳没打到还可以踩人，是这样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揍死了！等一下，我白色的是还有气的意思吗？好了，管他的。A winner is you. You need a doctor? I could help you there. Urban Champ， 这个是谁呀、啊？嗯，好像是某个街头警察游戏的，我也忘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他有假的丢火球是怎样？他气功波就是丢火球啦。哎呦，他这种。瞬移技，狸猫攻击是吗？叫林克呀！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后面有什么雪人兄弟？是不是？我要记得叫林克。哦，火焰花。哇哇哇！还有那种地上的火焰，嗯，有些还蛮多不懂的地方。炸弹超人，嘟嘟嘟，我选卡比好了，卡比，等一下，炸弹超人谁说你可以揍人？啊！等一下，等等等。哦，嘟嘟，好像是打人打一打会有气啊，白色的是气条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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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哎哇！他，神龙，马里奥这是基本型角色吗？哎、欸、靠哟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阿多肯啊！哎、欸！哎、欸欸欸，不对不对，我有点危险。喂！哦，绑住他！火焰花！哇哇！我这招跳跃好强哦！哈哈哈哈，简单啦。Simon，
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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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支援者用马里奥，还敢挥鞭子？喂，危险！啊，都看啦！不要甩鞭子！来、欸！跳！哦！我还丢了一个招式。踩他，没错。他用支援角色，不同支援角色用的方式好像还不一样。对，哇哇哇哇，火焰药水。扁他。哎、欸，怎么抓不到？哇，王要揍人！这个是谁 ？Starman。跟大卡比。他很强。哎、欸。等一下啊，防御反击啊，摔，啊啊，不要啊啊，等大面是吧？空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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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被抓了！地火！啊！哎 ，what？ 妈！完，看，对，缺乏，耶，当水。反击！会反呐、啊！踩！对，完了！压墙！不。葫芦啦 ，Super Fire！ 我打我怎么打的？我应该只是普通的火焰花大招吧？等一下，这小游戏很不友善。等一下，他们很强。小啦，他说我很烂，张野赢 ，Black Mage 来了，马里奥，哇吼，他很凶，我去反他。完，哎、欸，哇、哦！
喂，打枪，什么鬼啦？敲掉了。他的途径太强了吧？等一下，卡比来干嘛的？太强了。还敢丢魔法、啊？哇，好吗？妈嘞！要怎么继续啊？我选了谁？等一下，我可能会揍人啊！洛克人感觉不好用啊！叫勇者干嘛？喂！哦呦！为什么我赛道那么slam？喂，我叫了魔界村，那是我的吗？哇！啊，雷射！等一下，他探枪，他近战，你不是法师吗？白魔导吗？干！我勾不到他、啊。爆炸了啦！你他妈的压墙壁！为什么他这招不强？这龙卷风很烂！屁呀、啊！我要防空，那防有没有对空招啊？完蛋！屁啦！为什么我被抓到了？喂！我靠！哦！嘿，终于手刃你了，哈哈，噔噔，你干嘛？对，烤鸭，烤鸭，不是啊，那个连打三下，为什么不能再继续打？他没被病。一下，我靠！残血反杀，呸！
那什么？碎一样。Mario Win， 龙，龙准，哎。那么多人呢、啊？哎、欸，靠，这样没打到。好呀。踹你两脚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笑死。敲敲敲敲敲敲敲他！不，你。呀，龙准死去，碎啦！是谁啦？索纳塔是谁啦？这是谁啊？嗯。哦，空中重脚很强，我、啊、靠，那什么？哦天哪！他很强哎、欸，他的招很强哎、欸，可是叫一个人在那边走是怎样？阿比认真点哦，干！我操！我的天，这个是……哎、欸、靠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他妈最好是继续压！我。对，我靠！打，死好了。获胜啦！哈哈，
好啦，这游戏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了哈，喜欢的就去玩玩看吧，觉得还蛮有特色的。喜欢的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喽，关注我的影片，大家拜拜。